哎，请你再综合练习哦，请你把综合练习再复制一样一个工作表，我们换另外一个公式，也就是说哈，有同学说，老师那 REP 加 LEN 好像太复杂了，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函数？哎，有，哪一个？其实有一个函数很简单，叫 TEST，就是文字的哈。好，那请你第一个动作呢，把综合练习再复制一个，那怎么复制比较快？拖拉过来有没有？拖拉就是滑鼠左键拉到右边，然后再按 Ctrl 键，把它 Ctrl 键按住哈，然后再把滑鼠左键放开，这样就多一个了。然后请你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做 TEST 好了，意思就是说哈，请你帮我把这个功能哦，刚就是 REPD 加 LEN 的公式改成叫 test。诶，那怎么样改 test 比较快哈？其实跟各位讲啊，test 的这个功能主要的由来是这样，它有点像这样。你如果假设了哈，门号这两个零，84跟7哈，如果你要变084007，有个很简单的方法，按右键，就是把这两个选起来，按右键。刚刚有用到储存个格式嘛哈，这个很重要哦哈。格式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变3码。你可以把它从通用格式切到自定，那自定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自己哈，在类型的下方呢，可以输入3个0。那自定里面的规则哦，零就是一个零，就是代表一个数字的意思，所以3个0就是代表3个数字的意思。所以如果假如不足3码，它会自动补一个零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哎，084000，哎，有了耶。那是不是说我如果把所有的格式哦，通通都这样改，不就 OK 了吗？不过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这样改的话哦，所谓的格式哦，在 Excel 里面呢，就是你表面上看到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有没有改？它实际上在这里，它没有改。所以呢，如果假设你以为说哦，那改了我就不用 REPD 加 LEN，我就直接串过来不就好了？所以如果你要串的话，你直接怎么样？假设你把这个 REP 加 AND 什么 AND 这个，你想说 AND 084嘛，给你打勾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还是84，还是没有零啊。所以哦，如果假设以后哦，你希望能够把你看到的变成真正的资料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会需要有一个函数，叫做 TEXT。这个函数的主要用途哦，就是帮你把你想要转换看到的哦，有没有也变成真正的样子哦？那做法上面是这样的，我先把它砍，哎，再把它复原一下，Ctrl Z，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啊，格式只是表面哦，所以表面其实没有用途，就是只是好像表面上看到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实际上真正转换哈，你可以在 I4 这边改一下，插入函数。找到文字类里面有一个叫 TEXT 的函数，T 开头的，你这边确定好，然后呢，直接把 value 就是84给它。那 format text 就是，哎，你要格式化，哎的这个文字是什么？那因为刚刚不是有3个0嘛，就是把3个0打在这里啊，打在这里跟打在自定里面最大的差别是，自定还是假的，这边是真的。OK，所以哦，不过你要注意一点哦，它前面已经跟你讲说要 test，所以呢，所谓的 test 就是文字嘛，那文字记得前后一定要加什么？双引号。OK，哦，如果你没加，它会出错，所以它会把84哦，经过格式化文字之后，自动帮你把它变084了。哎，那转完之后，我不是串接就好了吗？哎，对，实际上按确定哦，向右填满看看，有了嘛？向下填满看看，哎，全部都变成3码了。那所以哦，以这个来看呢、啊，那刚刚的公式哦，其实就很简单了，你就不用那么麻烦的嘛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？哎，AND 就 I4 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就有084了，哎，就不需要 REP 加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刚刚哈用 REP 加 LEN 那个公式就可以用 test 来取代了。OK，然后呢，但如果你要更精简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呢。我的习惯是直接什么插，直接打好了 TST 有没有？
0911嘛，然后减的符号 test， 然后这个资料给他逗点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000，然后括弧打勾，这样就是直接串在这，那 后面再串一个007嘛，所以直接我的习惯是因为它规则跟刚刚趋势蛮像的，而且前面有减号嘛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公式复制，直接再贴到后面哦，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了，把趋势改什么了，改 H4 就好了，因为只是参考到7的位置，所以得到的就007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，所以最后的得到的公式哦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了哦，所以如果假如你要参考，可以看一下。那最终可以把它点两下就完成。那这两栏其实也不用了 ，delete 掉没关系，不影响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所以哦，两个比较一下，这个跟这个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当然你会用这个吧 ？OK， 哈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简单多了嘛。OK。所以你说老师，那会不会还有更简单的？哎呦，我们后面再来看好了。那实际上啊，工作本来就是要挑那个最简单的，千万不要把那个工作，有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可是我发现有的人做事就是把那个简单的事情做得好复杂，那明明直接走到那边就好了，他还要弯啊走到了，那他也没错啦 ，OK， 好，只是说我看我觉得。改一下嘛 ，OK 哈，好了，试试看好了。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最后就是把这边哈，然后最后你就做完之后一样啊，把它另存新档，启用聚集活页簿，好，然后并且哈，把这个档案呢缴交到那个 Moodle 上面。我那 Moodle 你们应该可以找到你们的位置了哈。Moodle 里面呢，我刚刚已经有加了一个作业哦，所以你就把它直接上传到那个 Moodle。的那个作业区里面，这样子就完成今天的练习。今天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了，综合练习跟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练习，好，最后存档就 OK 了。